我叫咗个白汁，有啲烦嘅鸡王。因为大学期我唔欢迎大学翻嚟呢个咁嘅盘尼西林咁嘅盘尼古域啦，就咁样。咁点解我哋又会喺天台咧？唔好理啦，天台咧就系、是、有得咁样跳两格嘅人咧，同埋可以唔系呢度前一格咁跳到先算吓、啊，跳到先讲系啦，就可以咁样跳到一格嘅人咧讲嘅系咪先？咁成日都喺度玩呢、這个。城的屋顶喺度跳嚟跳去，飞檐走壁啊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好好玩嘅，做乜嘢？咦，有嘢喺度，不过算啦，唔好理。我哋今日要做嘅嘢咧就系、是，我哋唔止系要玩呢个啦，我哋玩啲劲啲嘢今日。咁听说咧有啲嘢咧就叫做试炼嘅喺呢个世界，咁就几幻听个样。咁我哋可以，诶，啱啱完成个猪脚，有少少时间，不如我哋去做一做啦，好唔好？去玩下呢个咁嘅嘢，我听讲几好玩嘅，系咪先？咁当然继续要我哋连心靓妹默哀啦，系咯，唔好睇唔开啊，系咪先？好唔好理啊？咁 OK， 好，我哋去呢个神族地方先。我希应该唔会出事嘅，而家我而家唔会，我而家仲系唔系好吓人憎。算啦，虽然把声好吓人憎吓，最班友成日都系咁讲吓，唉唔好理啊。我哋今日嚟到呢个昆仑呢个地方啊，我哋要挑战呢个盘古嘅试炼啊。咁点解咧？因为一嚟呢啲试炼点都要玩下啦，系咪先？喺成个地图嚟讲，咁二嚟咧，嗰对鞋咧我都几想要嘅，佢嗰个试炼嗰个六星嗰个神装奖励，盘古嚟噶呢个盘古嚟噶，好似系，系唔好理啦，应该系雕像嚟嘅啫。咁一嚟系啦，但二嚟系一嚟系几好玩。二嚟系我想要佢嗰个奖励啊，几好喎，几啱我，因为嗰个系一对加血嘅鞋嚟嘅，即系令到一个生命值提升嘅鞋，都几多嘅。咁对于我一个全 server 最薄血嘅人嚟讲，系非常之好嘅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我哋话咁快嚟到啦，盘古嘅试炼，嚟，就系呢度啦。入去，进入创世神盘古嘅试炼啊。咁当然啦，我反而除咗啲装系好啲嘅。好似系 Zero 死咗，冇理啊！第一件事试咗呢个先，呢个系 Parkour， 因为如果呢个失败嘅话，其他过都冇意思，我觉得。嚟，其他有啲比较简单嘅位，好嚟 Parkour， 嚟，我哋今日就系做呢个试炼，盘古嘅试炼。咁但系我系冇带金锁匙噶啦，算啦，唉，唔好嚟，迟啲先再攞金锁匙嚟啦，好唔好？吓、啊，咁样嚟，一二，再嚟，咁样跳。O K 嘅，应该唔会跌死啩？嚟，再嚟，跳，哎哟，继续，一二三，好，继续，咁样一格，一二三，喂，唔好跌死，啊，好彩，嚟，又咁样，又再嚟，我好肚饿，食啲嘢先，认真食啲嘢先，跑多半，食下嘢，好正常嘅啫，系咪先？呢个系海之关啊嘛，我好似咁叫嘅，嚟。都要一格一格跳啦，我惊啊！嚟到呢度，再上一格，嚟到呢格咧，关键我哋咧可以攞住羽毛跳过去，skip 咗呢段去。你话我开切？唔系开切嚟啊！呢啲呢个系完全系我哋佢冇话唔可以用乜嘢咁，系咪先？咁样冇问题啦，系咪先？好，第二个完成个海之关，跟住下一个呢个星神之关啊。咁 drop 嚟咧，基本上得唔得？我唔想食，我唔想食。嚟，唔好食。嚟，成功，耶、yeah, ，好啊。然后呢，中间呢、这个心之关啊，呢、这个森林嘅关卡，咁迷宫我哋用一个方法，全套方法，净系向左行，所有弯都净系转左，一定得嘅话，听呢个方法。咁嚟，骨头佬，我行过几次啦，有啲边系一定系骨头佬嚟嘅。咁有啲就唔知啊，呢度好似好明显，全部都系骨头路嚟噶。我哋翻转头啦，迷宮嘅嘢，我都唔知点讲。喺呢边，呢度好明显骨头路嚟噶。咦，唔系系咪啊？唔系呢边唔系呢边咧？呢边咧？咦，呢度有路嘅，有路嘅呢度。咦，系咪骨头路？系骨头路嚟嘅。救命啊！迷宮啊，行迷宮啊，救命啊！呢边好明显唔系啦，呢度咧，呢度都唔系嘅。呢度。呢边系咪啊？呢边唔系，我哋全部都系靠左行啊，叫做咁。不过咧，我哋有羽毛嘅关系啦，我哋靠左行都几快嘅。咁呢个位骨头佬算吧，
点解要咁样？唔好行过头脑啊！冇，嚟，唔好行过头脑啊！呢边啊，我哋靠紧左而家都系边呢度左啱呢度系咪啊？呢度咦个头脑，唔好撞个头脑啊！再唔好系咁撞个头脑啊！睇下先，我行过几次入咗呢度牌啊？好似行我之前行过啦，咁应该有啲边系啱，呢边呢个啱啦，系嘛？啱啦呢度，呢度系咪啊？唔系嘅 ，OK。继续，唔使嘅，我哋实过到嘅，系咪先？好快噶啦，好快噶啦，呢度呢边，行，嚟啦！盘古嘅试炼，我哋过咗。咁讲起咧，几个试炼之中，好似呢个最易，我哋 boss 啊，大佬呢个最易啊。咁所以可以单人玩多几次 ，OK。好，呢、這个心之关完成下一个，呢、這个去叫日月之关答问题，开天辟地之上嘅盘古系啊。然后女娲创造人类感到孤单，好似唔系啊。然后仙族是人族飞升，是啊，跟住四星就我不买啊，冇可能捉龙啊，系咪先？然后神族有我永恒生命，是啊，然后没有古神庇佑，所以没有古神试炼嘅，总之系妖仙，是啊，然之后凤来不败，凤来不变，然后星外团存在，是，然后最犀利炼丹是太上老君，是啊，跟住药引分为三种系咪啊？唔知道，应该唔系。镇妖塔是仙族和神族建筑，不是，是仙族和人族。然后第一个王将灵武器在沙漠，不是东边，东在森林里面，种族出世的决定不可以改变，不是，可以转的，用那个什么那个叫做神秘祭坛就可以放在一个重生石去转的，好像是掉了掉马鞍是啊。然后很明显不是，重生石不是只是抵消死亡，我们刚才讲了可以转生，好像是这样，先神族咁嘅人真唔系一防火啊，然后最短命系人，系啊，然后最大豪书馆应该系妖喎，系啊，然之后最贫瘠唔系系战神，去过好多次嘅战神都，然之后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彻底死亡，唔系啊，好完成呢、这个盘古试炼嘅人月之关，好，仲有一个呢、这个山川之关，好就是、行玻璃片嘅啫，行玻璃片，嚟，我觉得我哋过到啊呢个，可唔可以一剔过咧？一剔过先，我哋希望一粒重生石都唔使食到一剔过。嚟，好。咁过蜘蛛网当然软毛啦，系嘛？好，过咗去先。嚟，好。然后落嚟，小心啲呢度，小心啲。咁样跳，喂 ，OK， 好。继续。前面呢个位置呢，我哋应该系跌落去系嘛 ？OK， 好彩，争啲跌咗落街。嚟，落嚟。然之后呢度打斜行啦，冇问题，系咪先？打斜行。再嚟呢度都系打车行 ，OK， 上去，嚟，上嚟 ，OK， 冇问题啦，系咪先？嚟 ，OK， 行，好咩？我惊啊呢个位咁嘅，继续向前，救命啊！呢、這个玻璃片，我想行，唔舒住行嗰啲，即系讲即刻争啲甩手跌咗落去咁嘅，好惊头先嗰嘢，唔可以咁啊！嚟。好向前呢、这个位咧就蜘蛛网要跌落去啦，就麻烦少少嘅。咁我哋唔好转走，唔好预谋啦。依家嚟落去啦。哎 ，OK， 好，落去跟住继续落呢度歪少少 ，OK， 好呢度跳要跳啊，然之后呢度一大个网络，佢下面有蜘蛛网咧秒咗你跳嚟。是完全冇问题，我哋有行捷径啊，见唔见到我哋有行捷径，非常之衰啦，平时仍然系 OK。然之后呢度斜路咧就可以就咁行嘅，冇问题 ，OK good， 冇问题，继续，哎哟，嚟，山川之关，其实我唔好明点解山川之关系咪，可能系呢嚿嘢啩，试下咧。同埋嗰日月之关咧，点解叫日月之关啊？我估因为答啱同答错问题，阴阳咁嘅日月之关啩，我估系咁啦。好，过埋蜘蛛网去，嚟，我哋点解要攞住羽毛行？唔好嚟，继续行，唔使惊。我觉得今集咧，我觉得最多系嚟咯。咁而观众留言都系，企我今日讲得最多就系嚟咯。不过唔好嚟啊，嚟，我噏乜？唔好嚟，哈，好惊啊！盘古嘅试炼啦，我哋就系完噶啦。盘古嘅试炼，好，跟住去到最惊嘅位啊！呢、这个系最易失败，我觉得个位好呢度，小心啲跳上嚟，嘿，得咗，好，冇问题啊！
然之后大直我啊，大直我嚟啦，远望过去，哎呦，去过到呢个位啊，跳过呢个嘢，唔可以掂到蜘蛛网，嚟啦，嚟啦，嚟啦，哇，过到，好，山川之关呢、这个好，完成埋佢，耶耶，完成晒五个啦，然之后又呢、这个系盘古嚟啊，哎，算啦，冇嚟啦，我哋嚟嚟嚟，揿掣揿掣揿掣。我哋完成喺盤古鎖匙試驗，但系我哋系冇金鎖匙噶啦，所以過唔到啦。算罢啦，嚟嚟嚟，大概就系咁样啦。一齐开咗佢系嘛，开开声咁样。嚟嚟嚟，我想我成身都绿色啦。嗰、那个炼丹炉系咩嚟噶？点啊？开开开，点啊？开开开喺边啊？我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搞到高咗好多咯。做乜咁高？开开个系，开开个喺度啊？高乜嘢？你望水个头先，你唔好行咁快啊嘛！未开开，开开开，我行咁快啊嘛！开开开，乜嘢高咗啊？好啊，个 FOB 咧，大拉到劲大啊！咁样低高炒落去，影到你哋个身好似好高咁咯。吓、啊，所以攞到嗰个乜嘢啊？嗰、那个黐油嗰个鞋啊？唔系咯，咁系咩啊？混天绫，你做咩唔着衫啊？有啊，我混天绫，我记得你冇着衫嘅。秦始皇差太多了，啱啱一擦啫嘛，破破破啊！唔系擦，系咁样玩一铺点知？破破破！我都系，我上次都系咁啦。傻啊傻啊！即系话，系咩事啊？一冲就见到有嚿火焰咁嘅嘢，吓？跟住一揿落去，风火轮。系啊，破破破！我又要风火轮，擦多对啦，而家有。我要转女版 skin， 我发现女版 skin 咧系容易出。风火轮冇有啦，系嘅咩？唔关事啊！我拆咗十几次啊，大佬。你冇呢个机会。即系我都系立咗啦，系啊，但系我都系拆咗十几次啊。我删咗十几条。咁起码都拆到啊。系啊。我删咗一条啫。打佢。打。我觉得你，如果你应该要抢件衫咯，衫冇得赢。我衫系喺女窝嗰个啊嘛。喺边嘅？我应该交换啲锁匙。女窝试炼啊！婆婆的聲音哇好金啊，是不是神族那個金啊，剛才我穿多一點對鞋，會不會是這樣，隨便你給我穿，我們起定定起定定，要放住我，我想穿對鞋，起定定先啦，什麼黐把狗啊，咦，你這對鞋不跟我那對鞋，我那對鞋有兩粒點的，是嗎，你只有一粒而已，是啦，他放低了，你放低了，所以企中間，婆婆的聲音，誰啊，因为你个头咯，佢系鞋咯。我去嗰边咯，我去嗰边咯。你做乜嘢啊？喂，唔喐，企我企过去。唔好摁啦嘛。唔好摁个身啊！嗱，揸武器望住我，望住你。去搏我一下喂，水月。水月系啦，企我企过你嘅左边少少，系啦，望住我。哎呀！冇踎低，我高头，好似我高头先，我仲要高头，我高头啊！哎呀，好乸烦啊！猜车死啦，死啦 ，Cot， 死啦 ，Cot， 你死啦 ，Cot， 死啦 ，Cot， 开嚟啦！见到嘛？三二一，笑，哈，笑，耶，好靓啊！二，喂，影咗未啫？勾低嚟一张好嘛？龙友嚟嘅，屌！系啊，唔系水源唔好勾低。啊，喂，唔好啊！喺度摁，好摁啊！我摁啊，摁得都会我收埋你把公仔。嚟，诶，搞掂。Facebook 见，会唔系咁？唔好摁啦，人肉好衬啊！我唔识玩 parkour， 所以我放弃。唔好摁啦，好嘛？唔好摁啊！哎呀，头先啲咩开封嗰啲片，我本身仲谂住仲拍得正式啲，点而家诶算吧，都叫开咗啦，咁但系咧，系我哋攞翻嘅时候，头先啱啱放咗个银行啊，咁啊，银号钱庄系啊，嗰、那个标嗰、那个标箱系嘛，呢、這个标箱嚟啊嘛，系你攞翻嚟先，呢、這个
传说中天神九天元的羽翼啊，咁赐予穿戴者强盛生命力量，如同草原一般顽强而坚嘅。我唔明点解系草原，不过算啦。六粒星为一，红色非常之犀利。咁咧，最主要嗰个位咧，有犀利咧，就系加十四最高生命。我最想要系呢个点，其他冇咁重要嘅都。咁咪加攻击，加两个攻击都有嘅系啊。咁做咩嘢咧？有另外一对鞋叫风火轮啦，咁头先大家应该有见过啊。嗰、那个就加六攻击力嘅，咁即系你近战会痛好多啦。咁不过呢个就厚血啲，就啱我呢啲咧，攞住追击攻，又系攻手，仲要完全系冇生命加成嘅人，即系基本我讲过，我系全个 server 最薄血嘅人嚟噶嘛。咁于是咧，我就真系要呢个帮补一下，救命！好啦，我换你。咁打叫慢少少啊！而家呢个加 15%， 呢个加十嘅啫。咁但系呢个就口血好多，系真系好多。咁所以咧就系咁啦，换咗只鞋先。有个算字符喺度，唔好嚟啦。咁另外咧仲有少少嘢想搞啦，就系咧唔好换对鞋，唔好换啲装备，因为始终咧我哋都有少少嘅五阶装备，原系啱啱好有啦。咁所以咧我哋可以，但系钱唔够嘅，咁所以我哋都点到我换系冇。我哋点都整一件先，系咪？系咪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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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都唔知道乜啦，算啦，嚟，元素精炼先。呢个火元素啊，最后今次呢个五星嘅装备，好六粒。跟住你睇下先，边个啊？呢个金鹏尾雕系咪？呢个金鹏尾鱼系啊。我之前因为系读咗金雕啊，所以唔知做乜嘢算啦。金鹏尾鱼啊，咁就五阶装备核心嘅弓箭手嘅赤鹰系列啦，咁六个火元素，嚟一个五阶装备完核，然之后攞啲银票嚟 ，OK， 一粒住先，我哋换到唔多嚟嘅 ，OK， 食个嘢入去锻造室，嚟换整嘢呢度 OK 噶嘛，好精炼火元素放核心同埋布艺材料系，布艺材料唔记得咗添。這個我們整三先，始終都是整三先最好，是不是？來你三空甲材料，沒錯，一二三，好，一粒，麻煩你，好，來回來，很快，是不是？整完它啊，這裡。還有今天呢，反正剛剛完成了的東西，不如周圍參觀一下都好，是不是？來，對了嘛，這麼厲害，頂好啊，這個赤鷹翼啊，是不是這樣說，好像是加一擊退抗性，我加五速都 OK， 但是生命值加二最高生命，即是我們又薄回血了，很傷心，真的很傷心，我們又薄回血了，即是大家看到我們現在終於有第三行血了，你看人家那些四行多五行血，你看不要理我，我們終於都有我們終於都有第三行了，咁當然要負零啦，呢件事係乜嘢啊？防御零 OK 嘅，仲有反擊 OK， 都唔錯。赤鷹翼啊呢件，好換咗佢，其實一樣啊，大家見唔見一樣呢兩個？不過高級啲，但好似加少啲血咁啊，覺得係咪好啲啊？呢件呢個行得快啲添，係咪噶？唔知啊，算吧，我覺得呢件係快啲，始終都係蛇皮鎖甲，唔知啊，點解呢個好似慢啲啊？是不是硬一點的？又不是，算吧，擊退抗性不知道，算吧，遲些試一試，我覺得這件會好一點，即是這兩個比啦，就一定是四星好過五星，但是三星好過四星，但是五星這件我覺得好像渣一點，你不知道，算吧，我們遲些再看看究竟怎樣，算吧，應該是這樣，我覺得這樣走得慢一點，又薄血一點，咦，但是不是高防御力一點，好像是，看看現在是而家見到啊，六個半嘅防禦啊。咁呢件咧，呢件嘅話係幾多啊？望一望啊，呢件嘅話係都係六個半喎。算啦，唔好嚟啦，換咗先。我覺得好似另外嗰件勁啲，始終算啦，唔好嚟呢啲嘢。咁頭先話參觀啊嘛，有個地方咧就換金鎖匙嘅地方咧，即係講起呢對鞋咧，真係傷心啊！呢對鞋咧。這個我用了15條金鎖匙才開得到，即是那個盤古線我講了15次跟著才有，那金鎖匙一條呢就真的很貴，就要6張銀票，
所以 我真的拆了很多钱回来，我救命，真的救命这个。所以呢怎样呢，那钱哪里来呢，有少少有几条啦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中烈池，当然大部分都是拆回来的啦。那这个中烈池就可以有些公分值去换一些锁匙回来啦。那在哪里我不记得了，好像是这边中烈池，你看这里即系啲雞啊，有啲壽司啊喺度咁樣喎，跟住呢度就神主牌，好似係咁樣，呢度都係神主牌。咁鎖匙呢就喺呢度換嘅，400公分值，但我而家冇啦，我買曬，已經買曬鎖匙啦，剩翻90。咁另外啦，嗰個一村民戰啦，一支村民戰咧就好似都喺呢度買，我記得。一支村民戰咧就呢度先燭煙火啦，100公分值啦。咁但我而家都咩都冇啦，算啦。咁純粹嚟參觀一下呢個中烈池啊，都幾大嘅、呢個地方咧。阿叔，係咪阿叔？呢個樣做乜嘢啊？唔知道，嚟講下嘢先，講下嘢。暗不見底嘅過去啊，咁講乜嘢？講嚟聽下先。你做乜嘢？你問我點解要一路望住阿雕像嚇？呢個柳風雲將軍啊，真係蠢到不行嘅人啊！嗱，小兄弟，我同你都幾投緣啊，不如我講。咁少少俾你聽呢個將軍嘅事啊！呢個將軍係乜嘢咧？咁個少少背景先。前面條友之前同我講過啦，就係係第一個入嚟呢個中烈池嘅人啦，就係總之係好以前一個好英勇嘅將軍咁樣啦嚇，大概係咁嘅啫。咁然後呢個柳風雲係護國大將軍，佢雖然骁勇善戰，但係從來都唔殺濫殺無辜，即使取下城池、駐軍進入，都絕對唔消殺老掠。對佢嚟講，永遠以取勝優先，雙門越少越好，無論是自己敵方的人都一樣。但有一天呢，他就遭到政敵暗算，除了這個出去大兵的柳將軍之外，其他屋企的人都死了。那麼這麼大件事呢，怎麼查都查不出什麼，而當時的人王也都是勸喻這個柳風雲，就叫他不要追究下去了。咁心灰意冷，佢只係去到一個邊緣地帶小鎮去離開呢個皇城啦，好似係咁。咁之後點樣？跟住開始佢就好多故事咁樣，好似係咁。跟住咁樣算得自己睇啦，好冇？咁有一次又打仗咁樣，blah blah blah，好鬼長啊！啊，唔讀啊！呢、這個基本上就係話佢咧，有一次打仗嘅時候咧，就發現點樣樣講乜嘢呢度？有一次就發諗起有啲答案，咪、就是、一路諗點解會咁樣呢、這個世界係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路同妖族戰爭，跟住但係又俾同族人殺死，又開始迷惘咩正義？點解要打仗？點解要殺人咁樣？好似係咁樣。有一次佢又打緊仗嘅時候咧，終於諗通咗呢樣嘢，然之後咧就大叫三聲，就化咗道光消失喺戰場上啦。What？喂，唔好型喎，真係好型喎！咁雙方人物覺得好離奇，咁最後點樣揾到呢個柳將軍啊？咁於是咧就建立咗呢個咁嘅中烈池啦，好似係咁樣。咁點解你問我知道咁樣？你知道得咁清楚，其實我冇問你，你講嘅啫。因為咧，佢就是柳風雲，你唔係死咗咩？你啊，唔係死咗咩？啱唔啱？而應該叫我某十八，某劍仙某十八，係某啊，應該係啊。咁你想問我最後戰場發生咗什麼事呢？你應該知道人類可以修煉成聖，我真係知道我自己都係啊嘛，係咪先？咁然之後乜嘢啊？咁除咗可以就咁修煉之外咧，悟道都有嘅，係啦。咁佢叫悟道啦，咁就係咧，直參悟呢個天地大道，從而獲得仙元星界嘅仙人啦。咁佢就係咁樣咧，以殺正道啊。咁咩道啊？我而家講俾你聽都唔明啊，喂！可能係啩，算啦，唔知啦。咁你不如試下去收集三種劍意翻嚟，再交俾我，再話俾你聽乜嘢啦。咁有一個咧，就喺呢個皇城裏面呢、這個劍碑，係揾齊三個劍碑上面嘅劍意，好似係咁樣。你揾齊曬再翻嚟話俾你聽咩道，係啩？算吧啦，我唔識噶，算吧啦。大概就咁樣。我哋睇你個樣咧，做咗呢條友嘅任務先啦，好唔好先？我哋唔好搞咁多嘢住，我哋休息一下，完成咗个主线主将，系咪先？点都休息一下，又完成咗盘古嘅试炼，救命啊！点都要投翻阵，系咪先？嚟，正啊，鞋啊，衫啊，但系件衫我真系有少少唔好满意咯，嗰个效果。不过算啦，唔好理啦。击退狂城真系好犀利噶，我唔知啊，算吧啦，唔好理啦，就系咁样啦。咁所以呢，好啦，今日呢。
不如嚟到呢度先，我哋揾下有冇方法去跳上屋顶度，跳唔到上嚟就算罢你。有孙子峰喺度追实我啊，唔可以咁样噶，嚟嚟嚟，跳上屋顶你追我唔到啊，嘿，你追我唔到啊，真噶啦，算罢啦，耶、就系咁啦，我哋唔好理佢啦，咁先咧，今日要讲嘅嘢咧就差唔多咁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